由一群线上公民记者所组成的铃铛猫，他们擅长用开源调查、数位科技，创造出比传统新闻调查更快速、更创新的手法。从2014年成立以来，铃铛猫在推特拥有超过10万粉丝，他们调查的每个案件都备受世界瞩目。从 MH17 马航空难到英国前俄罗斯间谍毒杀案件，铃铛猫团队探寻真相的努力，在今日充斥假新闻与另类事实的这个时代，为新闻诚信的奋斗照亮了一条路。I don't see big news agencies doing any work like this. 周四晚间10点，记录观点，铃铛猫，追寻真相的键盘柯南，就在公共电视。